提瓦特代预言家是如何评价艾尔海森的？艾尔海森会是漫计划大 C 吗？那么你看，这个漫计划大 C 的重任不就落在了艾尔海森头上吗？我觉得艾尔海森的定位怎么也得是一个能够打漫计划的 C 位角色吧。高频漫计划就像灵人一样，给自己开个状态，然后草附魔，拿着单手剑突突突。那么说到海哥这个角色 ,3.0 漫计划大 C 预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海哥的技能模组朴实无华，被玩家戏称为草克勤，这就说明海哥是一个华丽窥魔的角色，那有些玩家就有点沮丧了，感觉不是很想抽，觉得是没有用心设计这个角色。但是我和你们说，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啊！那些动作技能华丽的角色不都记得吗？赛诺，你说对不对啊？那如果你充分的了解海哥的性格，他肯定是这样和策划说的，那些过分花哨的动作我不需要，你只要给我数值填高一些就行了，我是一个务实的学者。0+0的艾尔海森强度如何呢？也不要被之前海哥 V3 大靴带了节奏，我觉得灵命无专武的海哥能打出这个伤害水平还是不错的，毕竟草元素角色都有种门战魔，不可能让直伤过分膨胀，不然整个队伍的伤害就会比较离谱了。而且横向对比起来，和我之前计算的几位虚拟角色，海哥的伤害呢也算是在上游的。海哥的抽取建议总结一句话，海哥有战术价值，但战略价值一般。如果你想要深化绽放和激化两个体系，想要让自己出场的角色更丰富，可以抽。比如你有八重，但没有提纳里，又想玩一玩慢激化，或者你当下就想吃种门的福利，双路干爆深渊也可以。但是如果想要增加自己账号的深度，海哥可以选择跳过，把老体系练好，然后等待新体系就可以了。